我们做这个酒席最主要的就是这份药水啊，这里面呢全是那个中草药啊，是我们自己备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把它跟这些把它全部放在一起，要把它弄到均匀了。就像和那个面一样啊，像做那个包子一样。老早的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酒曲啊，这里面备有好多那个中草药，然后跟那个大米混合在一起，还放了一点那个蜂蜜，也放一点蜂蜜呢，到时候这个弄好了再放这里面的。这样呢，弄好了之后呢，就把它晾在这地方。这上面呢，一定要铺一层这个米缸啊，就是那个米大米的那个米缸。以后到时候呢，这样弄好之后啊，要看一层那个松树松松枝，那松树枝把它盖一盖，盖到这上面，这样呢，它发酵的那个时间就比较快一些。